兵马俑是世界八大奇景，这是中国的国宝。兵马俑，他们实际上就是军队。然后你这军队，你不可能出现这些小女孩嘛。 在中国，我们实行的是一个相对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的政策，所以它就更加使得人们容易去体。但是呢，我们一直认为说，计划生育政策它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，它的根本性原因还是我们的这个文化问题。